点一首歌。点一首歌呢，伫咱啊足侪所在，拢有足侪朋友咧甲咱点歌。不管是透过网络啦，透过粉丝啊，某人敲电话啦，吼、哦，要听咱两个人唱真侪好歌。今日呢，点一首歌呢，是咱台北的萧先生，透过咱粉丝页来点歌，伊要点右心唱一首。期待再相会。今仔日就由我来演唱陈英杰大姐这首《期待再相会》送给恁哦。哎，代表萧先生，听看卖又先唱了好唔好？再给恁继续支持鼓励哦。更新的期待。